新同志们，全球最大的植保农业无人机极飞 P150 2024款。别吹牛皮了，咋的了？是新幺五零吗？对呀、啊。大吗？不大吗？长得没片长得大呀、啊？大。别嘴炮，拆开实测。拆就拆，光看实物。光。好。大了个玩具啊！这有说明书，装的时候要看一下说明书，记得要看说明书，因为上面有些螺丝成本不一，还能防身。哎，好歹它是钢化的。是用 M4-8 的螺丝，这个位置用 M4-10 的螺丝。现在还大不大？大，真他妈大！对，非常大。极飞的 P150到货了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极飞 P150 比这个 P100 Pro 外观上做了哪些改变。先看这个电池安放位置，更靠近中间。这个重心的话，空载的话，重心的位置是更接近于中间了。四个电机的负载的输出是差不多的这样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雷达位置，雷达和这个摄像头探照灯是一体。看一下摄像头，是一体的。原来的性能上提高了很多，但是在这个尺寸上是稍微减小了的，比原来的 P100 Pro 要小一点。这个飞控 Super X5 性能更强悍。你看一下动力系统，动力系统的话，我量了一下这个电机。全网的飞友们，你们期待小鹏给你们的极飞 P150 测评来了，崭新崭新的 P50 展开。外观结构非常非常简洁，非常非常简单，所有的功能集成在一个大脑里。它设计好的地方啊，离心喷头设计的非常好，离心喷杆也设计的非常好，确实离心喷头的组织也了。它的机框、中框，包括它大臂，这铝合金材质啊。这个功能咱也没了解过，极飞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啊，跟跷跷板似的。电机、电表这些都不用说啊，双电池，超大的加压口。一会儿咱们测试满载行不行？为了这个测试这个满载行不行，我准备了酒精啊，酒精、滤水，我对。一会儿爆牛不咋地啊。P150的整体啊，构架简单，而且它的脚架啊、机框啊都比较粗壮啊。酒精、滤水。这口不需要你整那个什么加热了，但是两边加肥加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 low 的，可能是我太与时俱进。趁着这个咱们往里加水的这功夫啊，因为一直要往里加热水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单手控，它双手控没到，然后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单手控的使用体验。它这个单手控啊，这是开机键，啊，开机键，两个同时按是起飞，往上按上升，往下按下降，左旋转右旋转，喷洒按键，雷达返航，啊，具体这个什么 FEF25 我还不太了解，这个我也不太了解。然后这个就是控制它的前后左右了，前后左右。到底它的手感啊，操控性怎么样？一会儿咱们进测试。但是今天用的是老款电池啊，具体是什么型号电池咱也不知道。然后那个新款电池没到，所以咱还是尽量不要满载了。电池都已经充好了，在这等着呢。干满了，我冒了，干冒了，我操！还有一下那啥呢？加完是70%。干满了，冒了。来了。不是手机了？风溜风溜的啊。啊，这是60效果。秒秒已经开始启动。往上，门关。现场直播的，这是现场直播的啊，最真实的，没有东西作假，这是秒表，这能看出实时电量吗？90%啊，这是37秒就剩90%了，这是但是旧电池啊，旧电池。小鹏这样测试还是比较真实，必须真实啊，都可以实时直播，我也是刚飞，我也没用过啥，现学的，双手空秒现在，啥网太卡了，流量把WiFi关它。啊，用的旧电池，旧电池。不是新电池，新电池极飞他们厂家执行力太差，没邮过来。电线杆照上马上给你们测啊，75%是现在已经飞了1分34秒多了。啊，好几个人手机在记录着，玩的就是真实。啊，现在60%电线已经飞了2分多钟了，60多升。实时同步直播，里面加没加水啊？这里面水是62.3升，62升，负油负油的。那我一会儿发个图给你们看。50%电飞了3分多钟。如果是新电池，它性能肯定要比更好。38%的电现在已经飞了3分多钟了，现在已经电量比较18%，现在是5分多钟。啊，咱就看10%吧，行，看10%，看能那什么，能到多少？10%啊，你说漏就完漏啊，我这大师级别的极飞操飞手。说的多，看的。啊，刚才谁说的？剩了10%是，哎，漏了。5分40秒，剩9%，剩9%，5分40秒，这都是最真实，大家都在看着，实时同步的。下准备下一步测试，下一步测试喷洒，
测试喷洒，测试打手控啊！你看人这玩意儿整的尿不尿呀？真他妈尿呀！这玩意儿设计的比大疆好，大疆可以学习一下，借鉴一下，抄袭一下。